嗨，我们现在登顶了，可是我们登顶之后发现天鹅堡现在在整修，然后现在呈现一个很不 OK 的状态，还有下雪，对，然后又下雪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很惨。我们现在在爬乌姆教堂，总共有740多阶，我现在不知道爬了多少阶，已经快要累死了，就是非常陡峭后面。那就没有手扶了，来，你加油。对，加油。那那间几点 check in 几点 check out？ 11点 check out。然后3点 check in。我后面的这一个纪念碑是黑死病纪念碑。耶，我们现在后面的是圣卡尔教堂，终于到了。这边离市中心有点距离，要走个13分钟吧，大概。嗨，我们现在在维也纳艺术村是吗？艺术之家是不是？我们刚才从老城广场走了1.6公里到现在这边的城堡区，算是登山还蛮累的。我们现在登顶到圣维特大教堂的顶端了，然后现在可以看到我身后全部都是布拉格的全景。我们现在在查尔斯大桥上面，然后刚才 Kiki 买了3张明信片，多少钱啊？250克。250克吗？